你美丽动人，和蔼可亲，做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分手？做朋友这事不用天天见，大家都不见面才会是好朋友嘛，啊？你喜欢上别人了？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第三者？喂喂喂，我和你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第三者是谁？你说。 我跟你又没有怎样，是你自己一厢。OK， 好。喂喂喂 ，OK， 我去玩水啊，去玩水。哟吼！ 是外国人来的，听不懂的。转型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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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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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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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着浪花一朵朵。原来是人家的老婆。咋？Summer， 你买了那个网络的烂股票，昨天从300多块跌到20块，你全部都放了吗？你说我怎么放？跑都来不及了。我啊，现在是一条死的咸鱼了。你什么时候看过死的咸鱼会翻身啊？真的很对不起哦，你问我的意见，我还叫你去买，真是害死你了。拜托，你不用内疚，小姐，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顾小姐，顾小姐，老板到处找你，叫你去见他。放心，我还有一份好工作可以做。哎，来来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坐。恭喜你啊 ！PP 基金会这么大的客户都让男朋友给抢走，究竟真有办法？不会吧 ，PP 基金？你眼睛睁这么大干什么？你不会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吧？你也晓得 PP 基金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客户，都让你男朋友给抢走了，我想你一定出了不少力气。怎么样，什么时候过去当夫妻档啊？老板，这个不能够开玩笑，我澄清，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泄露半点消息给他，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跟我讲什么也没用啊，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呢？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今天才刚刚跟那个王八蛋分手。哎呀，那就是要恭喜我了。那你现在是人也没了，连工作都没有。哎呀，突然之间我觉得好舒服啊，有报应啊，真爽。啊，请你先不要开除我，给我10分钟让我解释一下。Summer 酷小姐，我给你11分钟收东西走人。在解雇之后的半年内，你不能在香港做同样工作，否则我告到你四肢不健全。你手上的工作交给 Daisy 接手就行了。
OK， 好，好。死舅舅，臭舅舅，害得我鸡飞狗跳。今天早上应该用鞋子敲死他，把他分尸拿去喂狗。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明天下手。Summer， 你没事吧？没事，消消气，我还撑得住。你不知道，狮子座的人的特质就是意志力坚强。星座还说我这次一定会平安度过，而且事事如意。还有啊。五谷丰收哦。哎，你那本是通胜还是什么星座书啊？我啊就是担心你这个神婆就会死撑。没事没事，不跟你聊了，拜。Daisy 啊，那个沙滩啊，是我表哥在很久以前买下来的。去年他打电话给我说他经济周转不灵，叫我拿100多万帮他买半个沙滩。我想就当做做好事帮他的忙，哈，这可能真的叫好心有好报。现在有财团要收购，哎，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哎。你现在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呢？高兴啊，当然高兴。那你是不是要飞去马来西亚？当然啊。他在搞什么鬼？我打电话去表哥家，一直没有人接。鬼天气啊，要这么热吗？我的。喂，你好了没有？啊，好好好。好，啊，没问题。搞什么啊？怎么还是没人在？大家都很熟了，在婚礼还没进行之前呢，我循例都要问一下大家。三三八，娘记得八三度九，看阿达斯发高音呢，依你。他们两个的结合，有谁提出反对的吗？你不是问了吗？你很赶时间啊。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民族嘛，啊。游牧人裴村，裴村，快点要结婚啦！伙伴队，
反对！哎，经过！哎，不好意思，经过，我反对！我等了你好久了。好，你跟大家讲，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哎，他欠我钱啊！他欠我11240块，打麻将、抽傣迪、天九牌，一毛没还啊！不会吧？那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啊？一点点钱就当做人情嘛。哎，牧师，来，我行，不还，现在就不给你结，还钱。摸摸茶，没想到抢婚这么浪漫的电影桥段都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就是我最爱的男人。对，其实我是随便找个人来嫁，故意来刺激你的。啊！现在你跟大家说你爱我，不，我马上就跟你走。我这说呀，哎，不是，哎，巴纳，Hot water, hot water. 滚水，让开。哎，小心点。这是谁啊？你是问他肚子里面那个，还是肚子外面这个呢？哎，向潜水跑。哦，妹妹在白等你回来。你这无情无义、卑鄙下流的人，你谁敢摸卡吹啊？哎，不能随便咒人家。哎，骂归骂，不可以那么毒。小孩子是无辜的。嗯。哎，是儿子哈。换你的头了。明白了吧？我都不想个 BB 出生没老爸。哎呦，那我呢？他贪你钱呢，我是为你好。哎，哎，我不想你被人骗嘛。喂，悠悠啊，悠悠走了。悠悠，喂，悠悠，回来啊，喂。到底啦！嗨，你们是怎么开船的？你晓不晓得你这样子，我可以把你告得倾家荡产。你讲话好大声哦！你是香港人来着？我懒得理你，乡巴佬。这边，你干嘛老跟着我？这沙滩又不是你的。哼，你怎么知道？找表哥还是找老板啊？老板就是我表哥，笨。哎，我不记得我有个表妹啊。你是老板？哼，我是。你说我表哥欠家很多钱，跳海也不能解决。你说你给他一笔钱让他跑路，你说他为了谢谢你，然后把半个房子跟半个沙滩让给你。是啊。我跟他一起长大的，喂都无所谓啊。哎，他跑掉的是前几个月的事，哎，怎么他没跟你说啊？你这里警察局电话几号？找马达。干嘛要叫我妈打？我自己不会打，我怎么晓得你有没有谋财害命？我才不相信我表哥会这么做。哎，回到刚刚那句，马达就是警察，你不信我有文件证明啊。No kidding. No kidding.文件摆在律师楼啊。好啊，现在去找律师。No problem。走吧。车呢？嗯。你不是开玩笑吧？就这个啊？你想走路也行啊，就半个小时。这么多呢？5分钟。
干什么？律师有没有搞错？这几张破破烂烂的纸就说是转让合同。我哪知道啊？那是你表哥赌钱输得被人丢下海，他叫我帮忙，我就帮喽。跟着他拿份约给我签，我就签喽。好委屈你哦。这份合约啊，清清楚楚写明你表哥前前后后拿了摸摸茶50万马币。其实你表哥真的输得很惨，所以你表哥就出让这半个房子跟半个沙滩，作为偿还欠给摸摸茶的钱呢。律师，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律师不开玩笑的。其实这几张破纸呢，是完全符合法律条例的，所以这个房子和这个沙滩就一人一半啦，根本没有意义。哼，怪不得星座说我今天运气不好。你别生气，说明一人一半的吗？我随时欢迎你回来住，还有玩水啊。你要是明白，就不是乡巴佬了。乡巴佬，跟你讲话浪费时间。哇 ，Roger， 你做那条鱼有没有40斤啊？哎呀，何止40斤啊，足足有60。哎，对，60，你怎么知道？60万马币买你那一半，肯不肯？没有了沙滩，我没地方游水啊！不如我给你60万，买你那一半。你会那么富贵？都说找我抓鱼，什么时候？明天吧，明天我去准备船。我叫 Peter Robert 一起去。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真的有好多鱼啊！在水面呢，就见到很多鱼在游来游去，包你满意啊！还有啊，你有没有听我讲啊？有。在电子邮件里，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集团打算收购顾小姐跟你合伙拍档的沙滩，来建一个大规模的度假村。你看看，陈先生这个计划真的是很好，以后不知道我订房间有没有折扣啊？呵呵，看来顾小姐是有兴趣割爱了。割，何止割爱，割价也可以耶，我就卖半个沙滩给你。我有没有听错？半个沙滩？对啊，恭喜你。你已经成功的收购了半个沙滩了耶，来，干杯，合作愉快。不知道顾小姐，你打算卖出左一半呢，还是右一半？是前一半，还是后一半呢？随便啊，由你决定。顾小姐，你很没诚意。OK， 我明白了。我多加一点，300万。300万马币啊 ？No， 是美金。美金。你考虑考虑，考虑好尽快答复我们。丹丹岛，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沙滩，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嗯。你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你说你爱我，我就明白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你是不是喜欢第二个？啊？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第三者？哦。第三者是谁？你说。喂。你说啊。亲爱的，对不起，我来晚了，走吧。OK。哎，你们。你，我喜欢他，他喜欢我，你没机会了。OK， 走。对呀。摸摸茶。我真的好喜欢你。不用那么用力，走了。你们去死。Sorry 啊，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是绝对不会去的，这点怕你要失望喽。哇，你比我以前男朋友还要幽默。我还有很多优点呢。哎，正经点，一句话，30万美金，100多万马币。哇，好多钱哦。嗯，总之呢，够你享受一辈子啦。你这么喜欢这个沙滩呐？这个是我私人问题，我不回答你，你只要告诉我卖还是不卖。哎，不是300万美金吗？财团秘书cheng跟我说，我都说要考虑一下呢。不过，我又多发觉你一个优点，你的算盘好精啊。嗯？那这样更好啊！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一句话，一人一半，150万美金，成交。哎，乡巴佬，150万哎！玩水啊！美金哎！玩水啊！大哥。
早，你想怎么样啊？哎，你还在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肯卖沙滩啊？你看，如果这里变成一个私人 resort， 那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旅游了。旅游什么？去玩呢。那可以另外买一个沙滩给他们。你不明白，我是在这个沙滩长大的，在这里学游泳、学潜水，第一次跟女生沙滩漫步，初吻，初吻完了又初吻。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总之，这个沙滩有很多你的回忆，对不对？那又怎么样？不止回忆这么简单。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试过有人在这里乱倒垃圾，我病了足足有四天呢。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总之，我对这个沙滩有很深的感情。我想，除非有份更深的感情可以取代它。大哥，有150万美金哎，这样感情已经很深了。我又不缺钱用，做人开心最重要。如果有很多钱但是不开心，那有什么用啊？有钱当然开心哦。什么？没有，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又开心又感性。不过呢，你就是有一点点固执。可是我有信心，一定可以说服你。嗯，那你要留下来？好啊。想冷死人啊！喂，外面30几度哎，还要热水冲凉？还有，你房子那么大，没有冷气，想热死人啊？跟你一样啊，忽冷忽热吗？你没有化妆吧？干嘛？很难看啊？很美。小妹那首歌啊，再放一次，我来唱，我唱啊。这里好闷哦，我闷得我都快发疯了。当然啊，我唱唱歌怎么平衡呢？怎么样？还没有，还不能卖。我表哥啦，随便就把半个沙滩让给了一个乡巴佬。就是单留，我在车还要不要？啊？他说，除非有一份更深的感情可以取代。你说他是不是有一点疯了？有一点疯了。喂，大声一点，这里有噪音。喂，没有什么大不了，快乐就是快乐，快乐再不再快乐。查到第三者是谁了吗？第三者，查到。喂，再轻一点，喂。快乐不快乐？没什么不快乐。哎，谢谢，不好意思啊，谢谢。哎，小妹。我泰山你也敢碰？哇，你那个太阳
好威武哦。那是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只苍蝇，它在你的面前飞来飞去，我怕它不知死活飞到你的喉咙里面去，会影响你唱歌，这样就不好啦。所以我就帮你赶，赶走它。大蛇是，大象是，把它给我打到喉咙出不了声音。好，呀，救命啊，马大！找马大来不及。摸摸茶，这么说你是想要找他了？你不会在大庭广众欺负个女的这么难看吧？小强。心理家 yes. 叫我小强，小而强大。我是心理家阿诺斯瓦，心理家就是我偶像。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 的。那我就成全你。你没拉拉链呐？你干什么？你不辛苦啊？好辛苦哦。好痛啊！我去，你干啥？哎，摸摸茶，算你狠，下次给我小心点。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想跟我们打，愣在戏啊！小强，你先扶我到医院去，我怕我看不到路哦。我轩哥，我还撑得住。你们常打架？不是啊，看那个人记得帮的指数有多少吗？不过基本上好像平时只是虚张声势，没想到这次真为你出招啊。谢谢你。你真心的？骗你的。哇，你抱了那么多天都没有进步，忍一下嘛，一下就好了。哎，我觉得你很勇敢，胆色过人，不过麻烦小力一点。那是不是我小力一点就有个商量啊？哎，听到没有，沙沙的海浪声是不是很好听啊？哎呀，对，你整天游手好闲，只靠租游泳圈给人家是不行的。就算你的家产很多，早晚都会有用完的一天呢，对不对？好，有水。不可能啊，你一定有死穴。不会吧，光天化日之下只挂这一块布，要不要用树叶遮一下？切，凉快啊，你都不懂的。哎，你跟摸摸茶两个人那么好，一定知道他要怎么样才会心软，对吧？切，这沙滩我都舍不得摸摸茶卖，我不说给你听的啊。小强哥，你说嘛，你人这么好，又强壮又高大。切，你以为我会像他看到女人嗲一点温柔一点耳朵就会软？我跟那个不一样，跟你讲这招对我没有用。不说了啊。好吧，你不说我也不逼你，那我先走了，拜拜。谢谢你啊。 Daisy 怎么样，一个女人要怎么样才叫温柔？哎，你也是女人，哎，干嘛问我啊？可是在我的字典里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温柔这两个字。基本功夫啊，好像烧饭、洗衣服、按摩、扇风全都有用啊。凉吗？温柔吗？啊，那岂不跟佣人一样？喜欢吗？温柔吗？还有声音要柔情似水。你问这干嘛？就为了卖沙滩啊。卖沙滩吗？不过啊，如果那个乡巴佬喜欢的话，那我就迁就他一点咯。哎，你的声音好像在发浪哦，你不是才刚跟 George 分手没多久吗？
你不明白了，其实我跟他的感情早就已经淡了，不过最气的就是他先提出来，而且那个第三者是谁我都不知道。你呀，不是说要帮我查吗？我一定会把那个狐狸精查出来的。电话没电了，我先挂了，拜拜。拜。恭喜小娇了。娇妈，肚子饿了，过来坐。哎，你喉咙痛啊？声音怪怪的。你不觉得我今天温柔很多了吗？哦，有人通风报信，说我见到女人温柔就容易心软吗？我还懂得一点古老的按摩，哎，舒不舒服？哎，我们不如快点进入主题。嘿嘿嘿 ，sorry， 我真受不了你，哎，不要冲动，你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我情愿你做回现在的自己。不过呢，沙袋还是不卖的。咦，王八蛋，浪费我的时间，你去死啦！哦，sorry。哥哥你在啊 ？I'm staying here then。我住哪间房？你妹妹。啊 ，Auntie， 我叫尤尤，我不是阿妹妹，我是从英国来度假的。你没戴眼镜来啊？你叫我 Auntie， 叫他哥哥，他比我大很多哎。要是叫 Uncle， 这样我们怎么谈恋爱啊 ？No way。哦，明白了，你已经想到那么远了。哎，搞什么啊，小妹妹？我真的不认识你啊。我不是已经说过我叫尤尤了吗 ？OK， 尤尤，我们现在这里没有租房给人家住。拜托你啊，哥哥，我有老远的地方一个人来的，你就当做个好心嘛，求求你啊！没用啦，我刚刚声音比你高八度都试过了，没有用。要是你不收房租，我可以帮你做饭。嗯，嗯 ，Not bad。当然啦，我煮的。嗯，我还可以帮你按摩。嗯，他在学我哎。好，来了。OK， 看不出你小女孩啊，都可以这么温柔。饭你不用煮，也不用按摩，楼上最后一个房间给你住啊。哎，我发现你真的是厚此薄彼。她的声音像小鸡一样，你就说她温柔；我的高音比她多一点，就说我喉咙痛。不一样，自然吗？哦，那好啊，那你就自自然然的让她搬上去住，我无所谓啊，总比每天对着你一个人好。好啦，你煮的菜很好看，来吃吧。对面的女孩在哪里？嗨，我是小强，小而强大。你的样子好傻。干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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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数着浪花一朵朵，数
工作你丰收啊，一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你怎么知道我生日？I don't know， 摸摸茶哥哥叫我来的。哦、oh, ，你偷看我的护照。是啊，顾霞慧小姐。那我叫你夏慧怡好了。请你不要叫我的中文名字，可不可以？OK， 不提。开心吗？耶、yeah, ！Happy birthday！ 谢谢。哎、欸，谢谢就要亲我一下喽。我呢？等麦来沙滩再说。去，起蛋糕啦！好，干杯！干杯！家，走走走。快乐就在最后这一秒，爆了温了哭了，快乐。为什么？为什么快乐？你特地去学这首歌？就在最后这一秒，我们的关系练了很久啊。就这样聊，我们不快乐，快乐后不再快乐，我很感动，就在最后，我真的很感动，抱了吻了哭了，骗你的，快乐不快乐，为什么快不快乐，就在最后的一秒，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了。你常常在这里游泳，身体一定非常非常的结实，手臂也很粗壮，你一定很有力量，力气很大哦。那就好了，这样就行了。你能不能扶我上去？我的头好晕哦。啊？哦。为什么快？
快不快乐？有点快乐。需要洗澡，好大的汗臭味，还要洗脚。哦。才一点点感动，不用那么快吧？搞什么鬼？他最近这样，乘人之危，不好吧？反正都要刷牙的了，先刷了没坏处。这个没有试过。干嘛要洗脚嘞？哎，有顶帽子哎。戴上它会不会安全点啊？惨了惨了，他走过来了，还擦了我的香水。你不要过来啊，不然我一脚把你踹到太平洋。用左脚好还是右脚好呢？右脚力气大一点。不行不行，用脚会穿帮。好，用双拳。呀！算你聪明，你不要以为我是个随便的女人。我知道，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啊。Good night。早安！哇，你干嘛？我弄早餐给悠悠吃啊。做早餐？不来结婚的吧？悠悠，你喜欢吃什么？我弄给你吃啦。哥哥吃粥，我也吃粥。好，马上去。哥哥，我最爱闻男人汗味了。放心，你跟我在一起，不用洗澡，不用刷牙，更不用洗脚啦。喂，你又干嘛？出汗喽！哎呀，惨了惨了，早上才洗澡，哎呀，一点汗味都没。噔噔噔噔，给你们大家看一些东西。什么啊？哇，这是一张什么图画来的？这么难看？不会啊，我觉得悠悠很有天分啊。哎，这是真的藏宝图哎，我这次就是特地带你们出海去寻宝的。哎，别理他，别理他。真的，我没有骗你们，这藏宝图是真的。好，好，好，我们相信是真的，好不好？哎，你转弯也转得太快了吧？哎，他是这样的咯，一见到女人客就全身都发麻。不，你根本就还没有信我，你都把我忘了。忘什么了？我以前不认识你。哎，你别哭，你别哭。好，你说什么我都信，好不好？海底捞还把我当陌生人，看。看什么呀？哎，喂，看。哦，就是那次哎。原来你是那个小女孩啊。忘我老惦着你，原来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过。傻瓜，我那次出海钓鱼，无意中救了你，干嘛记到现在啊？哎，你别哭，你别哭，你慢慢说嘛。本来我爸妈呢是做考古工作的，在那次找到宝藏要离开时，我们遇上了风暴，
船给打翻了，我爸妈也被大浪卷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海上漂流。就是你及时出现救了我，所以呢，我才会一直把你当成我心目中的偶像。那跟你这一张那么难看的图案有什么关系啊？是啊，是啊。这地图是我凭当时的记忆画下的，我爸妈的船就沉在这儿。哦，啊，那这么说，你不是想去寻宝，你想再去探一下你爹地妈咪出事的那艘船，嗯？那简单，没有空呢，带你去好了。为什么都不肯相信我？小强哥，是不是真的哭得凄惨一点，他就什么都答应？我是不能告诉你的，这就是他死穴来的。哦，不说。谢谢你哦。喂。喂 ，Daisy， 我还以为要在这个沙滩住一辈子。但是居然让我想出了一条绝世妙计。哇，你要参加婚礼啊？你约了我？你很帅哦，走吧。走吧。喂，这样的地方你也找得到啊？当然啊，不做一些调查怎么能够显出我重视这次的约会？其实今天是最好的，难得小强他们带友友去吉隆坡玩，这样子刚好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相处一下。哎，又想见我麦？不是不是，今天不要讲这个。其实我觉得跟你相处以后，你这个人真的是不错哎，肌肉又发达，力气又大，又肯为了我跟别人打架。这算不算发掘我的优点啊？算啊算啊，看今天可以发掘多少就发掘多少，啊？Daisy， 谁？认识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真离谱，来也不通知我。Daisy， 什么时候来的 ？Summer，George， 没事吧？这个是抛弃我的男人。这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相不相信？误会吧，没有没有，我没有误会。你这个王八蛋，害我工作没有了，连我的钱也骗光，现在还跟 Daisy 搞在一起，你对得起我吗？你，我好伤心，我好伤心哦。对不起，你搞错了吧？你这个人又骄傲又自大，这么目中无人，怎么会有朋友啊？我坦白告诉你，我跟他在一起已经有两年多了，还有。我不喜欢别人骂我的男人，请你快点走。Sum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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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不要碰我，我好伤心，我的眼泪快涌出来了。我先去洗个脸，你开车到转角等我。来，这里是500马币，多给你的。你的戏演得这么烂。是啊是啊。哎，顾小姐，我是吉隆坡蒙德尔学院第19期训练班出来的，这是我的名片，有空出来聊一聊啊。嗯。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19期的，钱拿了还不快走？那你要记得哦。嗯。你也真是的，下次找一个好一点的嘛。那我们到底骗到他了没啊？当然骗到了。刚刚下去之后，他连话都不敢讲。待会我哭得再凄惨一点，然后把合约拿给他签，那就大功告成。你呀，真是够了你，这种苦肉计都想得出来。还是你够朋友，肯飞过来帮我。刚刚你的戏演得好棒，差点连我都骗了。哎，我走了，不然他会怀疑。哎，我像在演戏吗？不像讲真话。George， 你来干嘛？是我叫 Daisy 过来帮你最后这一次。从今以后呢，我们跟你两不相欠。第三者是你。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太过分了？你们害我连工作都没有了，钱没有了也没有关系，现在还要跟我最好的朋友搞在一起。哎，我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有2年多了，你这个人啊，又骄傲又自大，目中无人。你怎么会想到我们？你呀，怎么会有朋友？就算有，也跑光了。Daisy， 你身为女人，连怎么样叫温柔都要打电话来问我。哎，做你男朋友多悲哀啊！还有一件事，我是特地到这里来告诉你的，不是你们的感情变淡，而是他早就已经爱上我，不爱你了。只不过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整天都没吃东西了，先吃碗面吧。别撑了，如果不开心可以说出来，心痛的话可以哭出来啊。他们不珍惜你是他们没有眼光。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我认识 Daisy 那么久，他今天才来跟我讲，他说我好自私好自大又目中无人，还说我没有朋友。那我认识他那么久是什么关系啊？没事啊，你做人又勇敢又坚强又独立，只不过自信的时候自尊心强了一点点，挺好的啊。一个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一个是我认识了19年最好最好的朋友，他们今天一起来奚落我，把我讲到一点自尊都不留，这不重要。可是他们还要联合起来骗我，你说我还可以相信谁？信我，你可以信我。你就当在大海漂流的时候正好遇到我这根木头，虽然我平时没有做什么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希望那一点一滴加起来多多少少能够让你感动。你不要对我那么好，你对我那么好，我会喜欢你。我喜欢一个人，我会想咬他。痛不痛啊？是心好痛。你不会骗我啊？我不会像他们这样对你。I promise。你可不可以拿一罐啤酒给我？不应该这时候这样对你，不好意思。不是不是，我 A V。A V。A V 女郎啊？不是 A V 女郎了，我 Anti Vist 我亲戚来看我啦。哦。不要紧，我尊重你。也尊重你的亲戚。你会不会不开心啊？不会，最起码我知道
你开始对我有一点点好感，先存多一点再说吧。可是这个好感可能要累积很久哎。可以等啊，你说的。也许是十年八年，或者是十天八天啊。好吧，那这次就先累积三天。三天。嗯哼。那这是下星期二哦。那你记得下个星期二要来第二次面试哦。OK， 到时候我一定冲凉、刷牙、洗脚。到时候我又不一定会录取你哦。到时候说喽。下星期二。你不是喜欢女人温柔吗？可是我不懂温柔哎。是啊，不过女人温柔容易令人心软，但心软只不过心软，代表喜欢啊，是吗？哎，你真的那么怕女人哭啊？有的男人天生犯贱啊，每次见到女人柔弱一点流眼泪，就立刻用超人姿态去帮人家，到头来都把自身难保。那这个表示什么？不告诉你。哎，为什么别人看我的缺点，在你眼里是优点啊？这个有些人的眼里，除夕是马。跟你好像是从两个不同世界来的，啊？啊？有什么不同？不都是地球人？你火星来的？你不明白，大城市怎么会跟乡下一样？都一样，大家都游手好闲。才不是，我以前有工作哎。地产经纪啊？不告诉你。你呢？你纨绔子弟啊？我也不告诉你。你不要对我那么好，我怕你以后不是这样对我，我会很伤心。好啊，我收回来啊。不准。提醒我，要不然我一定不记得去洗衣店拿衣服。你干嘛啦？来第二次应征了，救命啊！怎么样，录不录用？啊啊！不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哎呀，你干什么？好痒啊！怎么样？帮我查。谁？谁找我？帮我查。喂，帮我查。我查。你来啦。我查。别吵！哦，你们是不是已经？在，要你管啊！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喽。有没有搞错啊？老是岔开话题。有嘞，在里面睡觉了啦。昨天在车上一直不停的讲话。哦。怎么啦？换衣服出去了。去哪里 ？You surprise。为什么无缘无故来这个喜欢抓鱼的律师办公室啊？我说要给你一个 big surprise 啦、啊，这还不明白？你该不会告诉我说你现在肯卖沙滩了吧？合约都准备好了，我跟财团讲好，签个字就收钱，
过你要想清楚，我不想逼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啊，算了。不要了，不要，你让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想一想。走。好吧，不卖。进来吧。律师待会才回来，合约没问题的话，两位可以先签了。OK。Thank you。不用看了。随便画只龟就搞定了，不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随便？行呢，啊！哎，画太快，画错了，还是等律师回来再说吧。哎，哎，律师回来了。嗨 ，Roger 今天没有空，所以找阿 George 来帮忙。你在玩我？是你玩我先的。请这个 Josh 哪用500块啊？朋友价200可以了。我跟你没得算了。Summer 小姐，有空出来聊聊。嗯，你的诡计还真厉害啊。对啊，幸好我们精明能干，要不然连沙滩都没有了。对啊，是不是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没什么好说的，还演下去吗？我没有想到你可以为了钱卑鄙成这样，我最恨人拿感情来玩弄。萨摩库，你真惹人厌。你放心，你那么讨厌我，我一定会走。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留点自尊给自己。不过这几天你更假，连你的 promise 都是假的。搞死你与我，不该。哎呀，给他走了，假情假意。是啊，骗走你的沙滩，又想骗走你的感情。再爱哪个都很快厌倦，独对旧照片贪之不厌，别人亦很好，别人亦都很爱我，其实暗地一直怪他不似你。如果不是刚好我们去吉隆坡玩，遇见那个假 Josh， 就是我唐大哥的朋友，这件事都不会穿啦。哼，还好早上我们来得及告诉你整个真相，要不然啊，整个沙滩送给了人家都不知道呢。是啊，摸摸茶本来约好时间签约。哎，我送你到机场。哦，好啊，知道了，走走走。世上除了我，谁能爱你？除了共你，可与谁已分？姐姐，你开心啊？没有啊，你肯叫我姐姐，我已经很开心了。你要去哪里？是不是跟萌萌茶哥哥吵架了？你去问你的偶像。小女孩不会懂大人的事。哎，你不是想出海去祭拜你父母吗？走啊。好啊，今天出海日子真好，这是我爸妈死记，也是哥哥逃避 Summer 姐姐的好日子。走吧。前面是海龟岛啦，往哪一边啊？到，哥哥，我认出来，就是那边。不要哭，我跟自己讲过，一定不可以再哭，不准哭啊！
干嘛？怕水，所以呢，现在我把我元神托付给你，让你带着一起去。傻瓜！看到我爸妈帮我献上这个，然后呢，把宝藏拿上来就可以啦。好，你的元神准备好了没有？嗯。是你，租船啊？这里只有我这条船。我现在赶时间，你要是想趁机敲竹杠，我就多给你一点钱。我就不信你跟钱有仇，够不够？啊，我们以前好像有小小的误会，不过好吧，嘿，先把行李搬上去，到了再给。好了，搬了搬了，快搬。落差哥哥，你看到爸妈的船没有？这是他把我从海里救起来的，这次呢，他是特地来带我给你们问候的。爸爸妈妈 ，I love you so much。好啦，摸茶哥哥，现在快点把宝藏找出来吧。真的有金币哎！哎，你怎么会在这里？船是我的。喂，潘山，你别乱来啊！乱来！哎，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他那么恨我，你把我杀了，他也不会把那些金币给你。哎，快点啊！帮人。只有两个，嗯，那好吧，跳下水，跳下水。啊，你不跳下水，我怎么开船回去搜啊？跳啊，跳啊！还有你啊，跳！我不会游泳哎，我也不会游泳啊。喂，他们不会游泳啊，别搞出人命。好啊，给个游泳圈，让他们练习练习也好。什么？我真的游不动了。悠悠，我快支撑不了了。撑住啊，再忍耐一下，前面小岛会到了啊。你先救他，快点。可是，好。那你要撑住哦，等我，你要记得，我整你，你还没报仇啊，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是了吗？啊，好了，不要啰嗦，我一定会回来，你要撑住啊。你留在这儿，我回去就上面回来。
不要吓我，三妹。救你的时候，只有你一个在那里啊！快点，快，你快回去救他们呐！小姐，小姐，你冷静一点，我马上去通知搜索队。快点！cepat beri tahu polis ronda untuk mencari dengan segera。他们没事吧？他们没事了，那个小女孩虚弱一点而已，我们已经送她去医院检查。玩玩而已嘛，更何况那个女的又没有说要告我。你藏有攻击性武器，谋财害命，还说玩玩。还有啊，这个金币是历史文物，找到要还政府的。他不告你，我们要告你。我可以走了吗？可以啊，在口供上签个字，出去拿回东西就可以走了。谢谢。先录完恐吓再走。哎，张三，我去聊两句。上次见你的展示还在不在？谢谢。Summer，我有话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想听。先前我在海里游回去的时候，没见到你，我以为你死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真的不能够没有你啊。你不要伤害一个人之后再用甜言蜜语讨好他，所有的事全都是你设计的。你玩我一次，我玩回你一次，当打和了好不好？你看看，我有眼睛就不会看错人了，麻烦让路。Summer， 其实我不是乡巴佬来着，我在纽约做 architect， 每年夏天。我都会回来这里度假。不信的话，你可以看里面的访问，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就算是真的，那又怎么样？也不过是让你再多骗我一次。我不是有心要瞒你的，只不过我觉得，是不是乡巴佬不重要。OK， 这沙滩你想卖，我们就卖；不想卖，我都有能力帮助你啊。你需要多少钱？你说，我不用你帮我，卖沙滩赚的钱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其实这整件事你都是看着我来玩。你曾经答应过我，你绝对不会像我的朋友一样对我。那现在呢？伤我伤得最深的不是他们，是你。我不想让你继续玩下去了。我没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已经做了。Summer。莫先生，但我求求你，在我刚有点自尊心的时候，是你一手打伞，不要再跟我拉拉扯扯。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你让我走得高贵一点，好不好？
你没事吧？你来安慰我。我以为你会哭，原来你没有哭，哎，好失望。哎，真可怜呢。有心啦。又不是说你，我说那个女的。你不知道啊，那天我在餐厅看着你跟那个女的走的，然后那个女人自己又转回头来，没想到邂逅原来还有戏，真的是他那个好朋友出卖他呀。假的 George 走了以后，来了一个真的 George， 我看到他最好的朋友跟他以前的旧情人两个联合起来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哎呀，他没骗你了，他真的很伤心。哎，你们又这样整人家，哎，你说可怜不可怜？我要是他呀，我都不会原谅你。喂，怎么你不早点跟我说？电影片段交的，早说你不就早把他追回来了吗？现在飞机也飞走了，人也追不回来了。哎，可怜是归可怜，但是啊，我看到你们俩分开了，我好凉快呀。抹抹茶，你说这算不算是报应啊？是谁说我没得追啊？我现在就买机票去追三门回来，怎么都好。Thank you. Yahoo! 让我唱首歌给你，唱我的真心给你，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你。分离是情不得已，说再见谁都不愿意。让我大声地喊出我爱你，怪我自己不敢表明，等到失去我才懂珍惜。我真的要你，会不会来不及用我的所有换回你？我真的愿意陪你一个世纪，只要你愿意，我愿意。Welcome, Miss Paul. I'm your secretary, Takagi. Hi. I'm Tommy, your sister.Please come this way. 啊，我以前邀请你都不肯来东京帮我忙 ，Summer， 欢迎。谢谢。Summer， 我们又一起合作了。Kyo kare doskone。
原来你在日本呢、啊。哦，原来你搞成这样。你高兴了？搞得我来开会还成这个样子。嗯，高兴起来当然很高兴。哎，你认了啊？你那个男朋友啊，这磨什么茶的，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他打你？你真的好狠啊！要他专程从马拉飞到香港来打我，幸亏我也打了他几下。他的伤啊比我还重。你打上他了？怎么样？打他就打他了，不行啊？行，那你打完之后那只手痛不痛？当然痛了。你保重啊！走吧。Thinking of you.嗨 ，Summer 你好，我没办法找到你。财团决定以$4,100,000收购我们的沙滩，我已经答应了，就等你回来签合约。9月5日早上11点，在我们的沙滩上签约。如果你不在指定的时间内出现，合约是会自动取消的，到时候财团就会去找其他的沙滩。我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你。摸摸茶上。哎呀，你没事吧？没事。哇，这样还没事？你的样子出卖你还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呢？难得你喜欢那个女人多过这个沙滩。作为死党，我们应该支持你的决定的。虽然我们可能没房子住。Thank you。没事吧？没事。虽然我不明白你们大人之间的感情，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我回英国前能够看见上面姐姐跟你在一起。Thank you。惨的，时间到了，都不知道来不来。早。哥哥，放心，三妹姐姐一定会来，支持你。对啊，对啊，悠悠。我也赞成你，可是很难讲的哦，早来早去只有 email， 收不收得到都不知道，肯不肯你来抹抹茶也都不知道哦。我可以做了，都做了。哎，我觉得很乐观，我相信顾小姐收到 email 一定会准时到。哎，电影片在里面了，都说不会回来了。不过，哎呦，我讲的是事实嘛。来了，苏儿姐姐来了，你看，你看，苏儿姐姐来了。你好，我是 Summer 顾小姐指派来马来西亚的代表律师，你就是摸摸茶先生？不是，你怎么知道？顾小姐说过，样子最难看的人就是你了。我是沙滩代表律师，请问能不能把授权书给我看？授权书在这儿。没问题。好了，我们可以签约了。
等一下，以下我要说的呢，是我的当事人交代我向莫先生你转述的。基本上他很满意这一次你的买卖安排，但是他叫我不用跟你说谢谢，因为这份是他应得的。讲完了，讲完了公事，该讲私事了。Summer 他说你这个人实在太不积极了，不知道他的下落可以找私家侦探呢，知道吗？我有啊，可是他还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八点之前赶不到东京跟他解释的话，那么你以后就都不用。小强，新的家帮我打电话去机场，我要报警去东京。哎，哦，好，快点。这么赶去哪里啊？Summer， 那是真的 Summer 姐姐。哎，真的耶！骗你的，我想看你心急的样子。是啊，我跑不掉，跑不掉你的五指山。喂，麻烦回去你改你的电影桥段吧，看。这才叫真真实实的啊。对呀对呀，哎，我们下去看。好，哎，呼呼呼。好了好了好了，回来就好了，以后不用整天对着你的死狗样子啊，看死狗都会笑了。顾小姐，欢迎你亲自来签字，那我们就大团圆结局了。你真的肯为我放弃这个沙滩啊？我可以没有沙滩，但是不能没有你。哎，顾小姐，为什么？什么？真的那份合约我不会签的。哎，没有理由啊，我们之前讲好的。对不起了，我的当事人可没有承诺过他一定会签约的哦。是啊，我回来是因为我约了人呢、啊。哎哎哎哎哎，顾小姐，顾小姐，这什么意思啊？代表赢了。对啊，我们全赢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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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我可以天天见到你。后来改变主意，是希望你回来，我也可以见到你。不过没想到，你都舍不得卖这个沙滩。看看咯，如果你再对我不好，我就考虑把它卖掉，让你什么感情都没有。不过有财团出600万，我都不肯卖哎。为什么？我已经计算过了，以后每年有5个月你会到日本陪我工作，又有4个月我要飞到纽约去，还有3个月夏天没事，你说要去哪里啊？有什么会比自己的私人海滩还要好呢？你又是当建筑师的，不如我们把这间房子拆掉，再改建又大又豪华的。不过这一次要有热水器，还有冷气哦。嗯嗯。干嘛了？无缘无故的，又不是星期二。我两倍答应你。你自己说的哦，你不要不记得哦。